Hello YouTube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Cody。对不起，前阵子让大家看到这么多动荡的事情，也谢谢各位的指教、批评还有支持。我会好好的反省我自己，沉淀我自己。我想要在镜头前面跟你们道歉，对不起。发生了这样多事情，我需要消化的事情真的很多，但是不管怎么样都好，我都想要从中学习，然后花时间反省我自己。我知道在这里有很多非常支持我的观众，也有一些人是因为最近发生了这些事情，所以才认识我的。我真的希望你能够花一点点时间听我讲这些话，当然，听完过后你还是可以有自己的想法。我只是想要跟你分享，对不起，因为我没有顾虑到别人的感受，就擅自把自己觉得好笑的玩笑开在别人身上，当初没有妥善处理好这个矛盾，导致现在事情闹了这样大了才来解释。我想要对 Clarence 再次道歉。对不起。还有 YBB，他出自好意保护我，结果还受到牵连。我也想要在这里跟 YBB 道歉。YBB，对不起。我在这堂课上学到了很多，我会沉淀自己。然后努力的从中学习，让我自己以后在别人的身边，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接下来，我答应大家，我一定会努力的让自己成长，为了你们，也为了我自己。因为我哪里都不会去，我不会离开这里，我还是一样的会在这边继续拍影片，我不因为这样子就放弃。我真的很爱拍影片，所以我还是一样会在这里继续拍。我知道一样还是会有一些人继续的不接受我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出来澄清整件事情，不是为了想要得到大家的认可，也不是想要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好人。我做错了，我本来就不是个完美的人，但是我会努力学习，学习更多的东西。让自己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好的自己。谢谢你愿意花时间听我讲完这番话，因为其实你可以选择不听，或者你也可以选择继续的批评我，而这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。但是真心的，谢谢你愿意花时间把这个影片给看完。这个影片发布后，我会好好的反省自己，沉淀自己，希望回来的时候可以以一个更好的状态来拍影片给你们看。做 YouTube 的这两年，我很开心，因为有大家陪着我一起成长。谢谢大家。